哎呦，今天好无聊啊，找点什么事情做做呢？哎，消防车，要不咱们去找小霞同学玩呗？好的好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走吧。小霞同学，啊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写作业呀。你在写作业啊？对啊。哎，你们两个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小霞同学，我和战斗机今天太无聊了，想找你一起玩。哎，你们要找我玩是吧？对呀，我们不知道玩什么好哎。哎，战斗机和消防车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要不我们来玩捉迷藏嘛？你们来躲，我来找，可不可以？哎，这可是好办法，我正想玩这个游戏。那你们赶紧去藏好吧，我要来找了。好的，那你不能偷看哦。哎呀，谁会偷看啊？嘿嘿，我的颜色是蓝颜色的，我要找一个跟我身体颜色差不多的地方给它藏好。哎，藏这个里面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就藏这里面了。好嘞。那我的颜色是红色的，肯定要找一个红色的地方了。嗯，哎，看到没？那个地方是红色的，我就藏在上面吧，跟我的颜色刚好重合。来吧，就藏这里了。Nice。哎，你们两个藏好了没有啊？我要来找了。呵呵呵，小霞同学，我们已经藏好了，你来找吧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来找啊。嗯，我们先找这个柜子吧，把这里打开看一下。哎，这个窗帘后面居然没有哎。啊？哦，这个下面太脏，我感觉你们肯定不会再藏这里的。我知道了，肯定在这个黄地板后面啊。哎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去，怎么是个丑八怪呀？不是他们哎！我先吸一口啊。嗯，确实挺不错的。这个字很简单，可是没人能打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肯定在这个床上。啊？哎，哎，我去，怎么是一包奥特曼卡包啊？我们直接拆了吧。嗯？哎呀，没有吸收卡，我们继续走。嗯？我知道了，肯定在这。哎，这怎么又一包奥特曼卡包啊？哎，我们再拆了吧。啊？还没有。我们来找一下下面啊，下面可能会有。嗯？这里没有，这里。哎，这怎么是一个鸭蛋啊？哎呀，还是没有。我们来吃一下。啊？嗯，太好吃了。我们继续找，会不会在这个蛋仔派对的后面啊？哎，哎，这后面没有哎。荣耀吧，后面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没有。啊？你们看啊，这个地方有动过的痕迹，都凸出来了。很经常在这个地方，百分百的。哎，你们看，战斗机是不是就藏在这个地方啊？哎，战斗机，你被我找到了吧？哎，小强同学，你还真厉害啊，被你找到了。我超厉害的，好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下去就剩消防车了，他肯定会在这个柜子里。我们来看看啊，先从下面开始找。嗯？哎，哦，这地方没有，那他肯定会藏在这个卡车中间。哎，怎么会没有？哎，有包括奥特曼卡包哎。哎，直接把它给拆掉。啊？这帮没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里，这里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伙伴们，那肯定在这个幸运板后面，这个地方超隐蔽的。啊？哎呀，也不在这里，怎么是个面包啊？我们来吃一口啊。非常好吃啊，我们继续走。哎呀，这都没有，难道在这里吗？嗯？哎，消防车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藏的真隐蔽啊，跟新的礼盒的颜色一模一样哎！哎呀，我去，终于把你找到了！吼吼，小强同学，我藏的隐蔽吧？你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的哦。但是也被我找到了，好吧？哎，这个游戏还挺好玩的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。好的，小强同学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玩，太开心了。